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分享的是 UP 主自己的 GTA 线上的角色，拜金少女，还是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可爱的，对不对？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捏脸的拜金少女来赌场了。你可以看到这上面没有一辆车，对不对？那辆车被我抽走了，我已经连续抽了两辆车，然后现在身上有15亿300多级啊。这15亿是怎么刷的呢？这15亿是之前这个巨阿萨现金卡。免费啊，然后我就买了15亿，然后当然你们可能没有碰上这么好的福利，然后呢这300多级是之前卡 bug 卡出来的，拜金少女来赌场了，哎，我觉得我可以去前面那个卖衣服的地方，我这衣服是在赌场里面买的，是不是很漂亮？那里面还有其他的裙子样式，到这边。然后有个洋装，洋装还可以选，哇！人好看啊，穿什么都好看。来，今天我们来买衣服了。哎，这里的光线真的可以。不过，感觉可以哦。不能把那个柜台的人给拍进去。我觉得我刚这个角度可以，刺眼，拜金少女。下雨了，出去逛一逛。给你们看一下我抽中的那辆车，就是这一辆。外面在下雨，我改造成蓝色的风格，蓝色的轮胎，复古的，是不是很漂亮？都是自拍，看一下这个刚创建好的时候，这是之前刚捏脸曲目，哇哦！我觉得这个拍得不错。这也拍得不错，主要是拍得白，对不对？老吹富兰克林，嘿嘿。